有请我们的节目小司仪郑玉兰、马伟荣出场。大家好，我叫郑玉兰，今年六岁。大家好，我叫马伟荣，今年七岁。我第一次做司仪，就师兄多多指教。不用客气，无所谓，合作愉快啦。好，我旧拍档今次不做司仪啦，他是做将军啊。我知道你讲奉国恩仇未了情，由朱伯奇和陈泽峰两位主演的，还有四个宫女添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Thank you.